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、最敏感的问题。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。美国政府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慎重处理涉台问题，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。